零零三毛，奇遇潘越云办演唱会。就在这两年之间，我们要做，没有做成，有一个西班牙的纪录片的一个公司打电话给我说要访问，他们要拍一个三毛的纪录片，加上我们也自己不约而同在做这张专辑，哈，这都是不约而同的一个动作，一个 sign， 是不是？三毛姐姐回来了，她要再来影响这个时代，我们要好好的唱给三毛姐姐。有人问我说，这场演唱会三毛会来吗？神主约与您准时相约。